我只是用银针暂时封住了您的经络，让您手脚麻痹，经脉不通而已，这便是医术之奇。还从未见过他有这般胆识，当真与众不同。大殿下，这快扎呀！大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大哥，你不顾尘渊族禁忌，擅自求医，只要是让父王知道，该当何罪？你那伤不也是公主帮你治好的吗？再说，那交不交是公主的事儿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凭什么管天管地的？秋萍公主为了救我，连性命都不顾。哎呀，二位殿下不要再吵了。三殿下，您对我的恩情，夜谭牢记于心。你对我如此，只是为了报恩？自然是恩情。你以为呢？你个老孔雀开屏，自作多情。大哥，请自重。你给我松开！你先松！给我松开，姐妹！你先松！喂，过来！过来！松！哎，停！都给我出去！等一下！哎，慢点！你，大哥慢走。恩情，世上哪有一个女子会只为了恩情如此奋不顾身的要救一个男子？哪有？啊？就是。我家大人哪有什么恩让公主报啊？谋还差不多。最可恨的还是那巫丹，他竟然手把手让清河教他针灸变血，分明就是意图不轨，抓着清河的手逼迫他扎针，还百般讨好，如此德行也配当我大军统帅？新入尘缘界的夜谭公主，可劲吊了男人的胃口。我呀，要能摸摸他的小手，我这亲自小刺激。啊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和本殿下想同样的事情？你大殿下刚刚去店里找公主治伤了。什么？又是巫代？大人，你想一下那个画面吧。青葵给巫代看病，怕是免不了宽衣解带呀。不行，要除了这个祸端。大哥。想干什么？大哥，前番在酒肆之中，小弟无意生疏，伤了大哥。今日特意请大哥教导修行。啊，大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那我帮你拔出来。来人，别拔！来干啥？饶不了你，你去找你，你去找你二哥啊，找你二哥。哎，大哥，做个什么大人啊？这是我调制的承诺除奸水，希望您能够反思己过。大人啊，咱跟公主扑克玩吧？凭什么？不就是个赌注吗？我自己运功把他逼下去。疼了，不愧是我家大人啊！转移了啊！大哥，这些皮草是我特地打来给你道喜的。大哥，这皮子乃属生灵血肉，您怎么可以以一己之私害得生灵枉死？以往围猎的时候，我看就属你杀的最多。我喜欢你。大殿下，您说什么？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啊，我喜欢你啊，喜欢你，喜欢你。大殿下，您的心意夜谭实在是不敢承受，是因为我心里已经有人了。本上还是第一次向你求爱，
你要找我不要我。